玄天上帝全国联合庆典日前在民间乡隆重举行，以极为庄严的开箱仪式带领信众们焚香祈福。该活动是由民间乡代天宫举办，并由玄天上帝弘道协会、玄天上帝庆委会等单位策划指导。中华玄天上帝弘道协会还有这次的机会，让咱南投民间代天宫来举办着这次的全国联合庆典。而且我也要感谢着咱县政府、民间乡公所，还有爱尼亚集团，会当来行政上、财力上资源，啊个财资源的资源的资源。过七星平安桥、科仪法会等活动，展现传统正式的祈福仪式，为民众们消灾解厄，祈求地方五谷丰收，场面可说是相当的浩大。咱举办伫遮有一个科仪，叫做予咱的信众来过七千桥吼，过七千桥的科仪啊，会当予咱的这个信众增加伊的元神的提升吼，咱的每一个生肖啊，每年所过的这个神君的神君，会使讲拢是无共款。咱经过过这个七千桥，会当来消灾解厄，一年不比伊的平安顺时安尼。我们要承接这个全国性的联合庆典，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哈。但我们地方，在陈明松主委，他领导所有的全体的委员，还有村民呐、都同心协力，非常的团结，非常的凝聚，大家都很有心很有力，出钱出力把这次庆典呐、办得有声有色这可以凸显，就是我们地方的凝聚跟团结。这次全国性的宗教文化活动，特别结合在地美食推广、音乐表演等活动，节目内容相当多元，吸引全国各地的友庙以及信众们一同来共襄盛举。那这个代天宫呢，这个活动呢，吸引了这个十方善信呢，由全省各地到来哦，据说已经有300多个宫庙呢，今天是聚集在我们南投县新民村的这个代天宫啊，那今天大家是欢聚一堂来为这个活动呢做这个庆祝啊。那这个活动除了是宗教的活动，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意义，它也能够把南投县的这个农产啦、还有特产呢推销出去。也能够说带动我们这里经济发展。地方上难得举办大型的宗教盛事，广受各界好评。议员感谢幕后赞助经费的企业单位，让活动得以完美的如期举行。民新闻黄家燕民间采访报道。